正文呢日以代言人身份出席一个公益活动，而金马导演杨力洲亦都为今次活动拍摄公益微电影，为弱势儿童同家庭发声。16岁出道一早独当一面嘅正文分享个人家庭处境，见到纪录片入面面临困境嘅儿童，佢亦都深深被触动。我跟你说，因为我觉得芷妮的状况就是一个很成熟的，所以你们刚刚可以看到她的讲话，她在15岁。我就回想起我自己15岁的时候，可能要面对到的事情没有她那么的沉重，但她还是很乐观，然后她还是很努力，然后帮助家里，她跟她弟弟去摘那个豆豆，为家里炒菜。就是你看她整个过程，最触动应该是她最后收行李要离开家的离别这件事情，其实就是蛮触动的。因为自己可能也要面对很多的分离啊，或者是因为工作关系，因为父亲的关系，所以其实就是很有感受吧。嗯，那建伟有深入陪那些小孩子吗？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最深刻的事？整个过程是立秋导演是用不同的方式呈现，所以今年没有特别去，但是我看了他们的每一个不同小孩的一些案例。 Selina 任家轩日前顺利诞下仔仔邵腰果，仲喺社交网站分享同仔仔嘅甜蜜合照，粉丝纷纷送上祝福。有三个宝贝女嘅正文都非常等好朋友高兴啊！恭喜恭喜！即系我跟你讲，当妈妈之后，之前其实跟沈雅也见到面，但是刚刚也才得知她生，所以很恭喜她。我觉得当妈妈之后的力量真的会很不一样，所以她好好享受那个母亲的一种不一样的感受，我觉得是蛮。美好也很辛苦，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共存的。嗯，就会传讯息关心他，一定会，一定会，一定会。有什么经验想跟他分享吗？啊，他才刚生完，你让他好好休息好不好？我们还可以很多时间再慢慢聊，让他先好好休息，好好照顾自己身体很重要。嗯。好友天心日前突然晒出多年前同贾静雯嘅泳衣合照，获网民大赞两位女神冻龄有加，贾静雯都有对合照感到惊喜啊！对啊，那个真的好多年了，那已经很久了，真的那部戏我已经忘了是哪一年了，很早之前，29年前。你已经做好功课了，对不对？好惊人哦！对，但是就很就是看到自己，我昨天还在讲说这张照片有点吓到我，因为为什么那么清楚？如果是29年前的话，她好高清哦，我觉得。因为你们那时候就是高清美女哦，谢谢。都没有变这样。是的，谢谢。原汁原味。